只要提到布袋戏，马上就会想到爷爷奶奶曾经讲过的故事，是许多台湾中世代的儿时回忆。这间博物馆原名称叫做林柳馨纪念偶戏博物馆，是林氏宗亲为了纪念林柳馨医生而设立。博物馆内藏有台湾和世界各国的戏友，并有不定期的偶戏表演和特展。不论是台湾人熟悉的布袋戏，亦或是中国知名的傀儡戏、皮影戏，还是欧洲各国的戏友，这里通通都看得到。另外，这座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有些历史，每一个角落充满台湾早期复古的建筑风格。来到台原亚洲戏友博物馆看戏友表演，仿佛时空回到了1960年代的台湾庶民生活。现在就让我们细细品味和欣赏吧。